Take on the journey with LBC, Learning Beyond the Classroom.这个是啥？这个是那个煎饼果子，北方的煎饼果子，对，特别大一个啊。然后这个呢是一个凉拌菜，是那个芹菜和那个花生，还加了点那个胡萝卜丝儿。然后这个呢是一个肉夹馍，但它里面放了应该是一个 cheese 吧，不知道，有点像 cream cheese 的西式肉夹馍。看，然后这是个饺子，是猪肉馅的饺子。对对对。Bon appétit！Bon appétit！大家好，我叫文宇，现在是一个穿搭博主。那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我知道你会说很多种语言，那先从英文开始。Hello, my name is Wen Yu. I'm an influencer on Instagram, and I'm so working on my own project, which is an online shop brand. It's called Conti Wen Yu.So now I'm working on this thing. Thank you guys for watching.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叫文宇。对，然后呢，这个拼音大家可以看一下，叫文宇。这个呢是一个生僻字，它的意思呢是像玉的石头，是我妈妈当时翻字典的时候查到的。对，然后文呢是我们家的一个自备名，就是我的姐姐呀，或者说兄弟姐妹呢，我们都是有这个文这个字在中间的。我弟弟就叫文浩，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안녕하세요저는오문우이에요문우의저는이름이에요안녕那我们想知道一下文宇是哪里人。这个呢是我出生的地方，然后是我的家乡遵义。其实呢还蛮有名的吧，就是我们最有名的就是遵义会址的，当时毛主席在那儿开会啊，有一个比较大的转折的会议。这个我们会在视频边上弄出一个连接。对，是一个红色的旅游文化城市，就还蛮自豪的，就是这个地方。对，希望大家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参观一下。对，我爸爸是贵州人，我妈妈是重庆人。对，那你是不是很能吃辣的？还蛮能吃辣的。对，因为家里面做菜呀都还是比较偏咸偏辣的嘛。然后我自己也特别喜欢吃火锅类的菜。那你的先生，你的老公也可以吃辣的吗？他行，他完全没问题。我觉得他真的比大多数的法国人能吃辣。然后他的接受能力也比较强。那我们看到你的 Instagram 上面大部分都是这种法式小清新的这个风格。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走这个风格？我最开始接触的风格还蛮多的吧，因为我不想太定义自己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风格。我也接触什么比较复古啊，或者港风啊，或者偏可爱啊，都尝试过嘛。然后其实是在我接触到一些就是比较 typical 的一些 French brand， 然后我觉得它这个剪裁还有就是版型就特别适合我自己。就首先我脖子哈，就是有点短，然后我肩是有点窄的，然后这样的话就其实很能修饰我的线条，因为一般是 V 领嘛，对，就它的 V 领就是比国内的很多衣服它设计会稍微低一点，但因为国内人有些人可能不太接受啊，我是能接受。然后还有就是肩膀这会有一个小的那种泡泡袖的感觉，所以垫肩的感觉，对，垫肩之后就把你的整个肩膀会拉得更平更直一点，因为我是窄肩嘛，所以我就想稍微的就是有一点轮廓，这样看的会更好看一些。然后我就觉得法式风格就很就是补足我的一些缺陷，然后让我展现更好看的一面吧。然后我就可能就更多的会尝试法式这样的一个风格。然后我个人的话，因为是脸会比较圆嘛，所以我穿有些衣服的时候会选择比较可爱一点。穿搭是一个性格的体现吧，就如果你是比较自卑的，或者说是你比较腼腆，对吧？然后你那个衣服你跟你穿的时候，你不会这样挺胸，对，你可能就是比较含胸这样。然后你穿这样的话可能需要时间来接受，所以你的穿衣风格跟这个性格还是蛮大的。是，那你刚才有提到自己的这个品牌。对，那这个品牌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其实这个品牌吧相当于其实是一个店名而已，不是说我设计或者说我自己一个 brand 什么的，它相当于就是一个买手店。我是想把这个买手店的这个概念呢就是
从国内引到国外来吧，就是我想做的是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些国内的一些比较好看的小众的那些设计师的一个品衣服，对，然后那个风格肯定是偏 vintage， 还有就是说法式的这样一个风格，一个是我自己喜欢这样的衣服，然后我希望把国内的一些好的衣服可以引进到国外来，让其他就是欧洲这边的那种受众能够看到，这样就是我们国家产的一些特别好看的衣服，是我的一个计划。就未来呢，希望分享更多的一些品牌到欧洲的市场。嗯，那现在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周期来更新你的 Instagram？ 基本上是一周3到4更，就是国内平台我在做小红书嘛，所以是相当于是同步在进行的，因为小红书现在是一个更看重视频的这样一个平台，所以说我一周可能会花时间来录视频，然后小红书上会更新，然后在 Instagram 上面主要就是图片这样的形式，对，差不多频率3到4个，对。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的照片都非常非常的美，很多人都问是谁来给你照的。对，那个人就是我的老公。哇，因为他也相当于是我唯一一个能帮我拍照的人吧，因为我在这边呢，一个是没有什么朋友，然后也没有就是比较类似的爱好兴趣的人，然后肯定别人时间也没有这么多，你不能总是找摄影师帮你拍吧，那肯定就是从你最亲近的人下手，能知道我自己的风格，然后我喜欢什么样的角度，对，然后什么样类型的照片，那他我老公就最能懂我的，对，在他面前拍照的时候你就不会拘谨嘛，对，他就抓到了你比较美好的一些瞬间，就相比一些比较专业的摄影师的话，你会比较拘谨一些，没有这么放得开，没有一个这个默契。对，默契还是很重要的。是的，而且你相当于我们俩拍照的时候，其实同时也是在约会的那种感觉，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去那种不同的小镇拍照，就是大家看我的那个内容的话，应该也知道，我就会去一些比较特别人少的小镇，然后去拍照啊，就是拍照的时候也可以跟我老公聊天呐、我觉得这种就是我们俩约会的一个方式吧。是，因为我看到你的 Instagram 上面很多人问你，然后也回答了一些，所以我们今天详细解开一下这个谜底。现在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好的。第一个，你最喜欢的法式食品。哎，是那个，就是有点像一个，有一个小的 pot 里面有那种油，然后那个拿那种铁签子，然后穿那种大块的牛肉在里面，不知道那个叫啥。是炸的吗？对，它是那种炸的，但是就像炸的火锅。我老公他们家就经常吃这个菜，但是是比较冬天的菜。对。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好吃。那你会是不会喜欢吃那个 cheese？cheese 最开始我不喜欢吃，然后现在呢，其实接受了也还好，我比较喜欢吃那种就是 melted cheese， 对，熟的。第二个问题，你最想念的中国食物？我妈妈做的菜啊，我妈妈做菜真的很好吃，然后还有比较想吃的就是可能成都的菜吧，我成都菜真的太多我想吃了，因为我关注很多美食博主嘛，然后他们就在介绍成都的一些美食店，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想去吃，比如说有串串呀、有火锅呀，然后有一些麻辣烫啊，对，还有一些什么牛蛙呀什么之类的，我就还蛮想去。在这边可能能吃到一些还不错的，但是没有那么正宗。对，而且价格你知道多贵吗？对。这边的价格很惊人，我们可以普及一下瑞士的物价。那你最拿手的菜，如果你自己在家做的话，我最拿手的菜，我觉得我最拿手的菜应该是，辣椒炒肉吧。牛肉、猪肉，都做，一般是牛肉吧。对，然后因为我爸妈就是做这个类型的菜还挺好的，然后我就传承了一点衣钵嘛，然后加上我老公还蛮喜欢吃的嘛。对，那下一个用英文来问哈 ，What's your comfort food when you're sick, when you're sad? Definitely a hot pot. I think like I need to eat hot pot at least once a week.
That's, really? Yeah. Chinese hot pot once a week. Yeah, wow. But usually we will buy the hot pot base and our house. Mm-hmm. So it's like more private, small hot pots, not in the restaurant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Yeah, and yeah. I think we don't need, you know, because the base is already pretty good. Yeah, so you just buy some vegetables, meat, seafood? Yeah, not seafood. No, usually seafood. I buy pork and some vegetables and mushrooms. So what's your spicy level? Maybe medium. Super spicy. Medium or a tiny bit more than medium, like that. But I don't want to be too spicy for my stomach. It's not so good. Yeah. But I think medium is pretty good for me. Yeah. Okay. We know that your husband is from France. Yeah. And you're Chinese. Yes. How is his Chinese level? Okay, his Chinese level is kind of similar as my French level. Even though, I mean, he stayed in Beijing for 2 years with me, but he only taking like international classes, so the professors and the students are only speaking English, and because the daily life, you know, he's depending on me. Yeah, right? So he doesn't need to speak so many Chinese. Mm-hmm. But I think he is improving a little bit because I try to speak more Chinese with him in the daily life. Yeah. Yeah, so I think he improved. Gradually he is improving with your influence. Yeah. French is a hard language. Yeah, so for me it's really hard. What about Korean? Do you think Korean is hard while you're learning it? I mean, Korean is quite an easy language for learning, especially for Chinese, because the words have like the pronunciation are quite similar to Chinese pronunciation, and some Korean words are from Chinese. Yes. Yeah. So like for those words are super easy for Chinese to pronounce, but I think for maybe like European countries people. Mm-hmm. For example, my husband, when he tried to study Korean, it's pretty hard. Okay. The pronunciation for him is really hard to pronounce. I see. Yeah, but I don't know other foreign peoples. But for Asians, I think it's quite easy. Hello. 那到最后，我们想请问一下时尚博主文宇，就是在时尚界里中文的这个标签是怎么说啊？比如说那 influencer 或者说 blogger 呢，就在中文是叫做博主，然后穿搭嘛，就是说指outfitter 上面的东西，就是穿搭博主。然后我自己喜欢的风格呢，就是Parisian style， 就是国内叫做法式风格，法式风，法式田园风，或者说法式甜美风格。法式风格是不是都是有一些小碎花的这种感觉？对对对，比如说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大的碎花，大的碎花裙。这个版型呢其实是叫做茶歇裙。茶歇，茶歇就是喝茶的茶，歇息的歇，就茶歇裙。就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法式风格的一个裙子，就叫做茶歇裙。对 ，vintage 就是复古嘛，复古法式风。中国一般也会用直接用 vintage 来带。那你的发型呢？因为你的发型经常是有一些卷。发型的话呢，我自己把它称作法式慵懒卷。就是你要看到这个卷其实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慵懒卷，是不是意思就是像刚起床然后头发比较乱的感觉，比较自然一点啊。最后一个问题想问文宇，会不会以后尝试新的风格其实我自己是不排斥一些新的风格的。那首先是我需要接触到不同的风格，然后我发现就这个风格它能展示我更好的一面，然后突出我的个人的优点，身材的优势，那我是不排斥的。那如果这个风格是比较局限的话，那我可能不会轻易尝试，但是不排斥。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文宇来 LBC 聊天室跟我们分享你的生活经历、个人经历，还有做时尚博主的一些心得。好，那我就 say bye bye，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